带着萌新一进去，他就发了一句“老婆”。啊，你这么叫不好吧？你认识我？不认识就叫老婆啊？啊？你可真会聊天，那不得奖励你一个大宝箱？宝箱先别急着拿，你像我这样跳一下，有惊喜。哦，个人的力量是有极限。今天带萌新去个好玩的地方，有多好玩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看到这个洞口没？叫三个零件，跟我来。好水啊，回来。快就对了，把零件安上去。别动，站着就对了。Nice， 是不是很好玩？你上来看看。本来以为续命 NPC 一刀一万七已经很强了。没想到来到枫丹，这里的 NPC 已经学会元素反应，开始打涌动啦。今天带了个萌新，他说他很难过啊，他该不会遇到什么事了吧？跟我说说发生什么事了。嗯嗯，就这我还以为你被你妈妈打了呢。笑，这是你外的小鸡赚到了，小鸡很强的。怎么强了？你看好了，看到这伤害没？ Nope。那要不你再看看这个，看到我箭头追踪的位置了吗？你过去看看。再给你来一个，今天用萌新的号去带萌新，问他需要帮忙不？他说不用。真不用吗？要不你再想想。原来是嫌弃我也是萌新啊。那要不你带带我？打什么？先打一个公子吧。啊？溜了。破产女，你还算有点长进，值得我再认真一点。我无补于事。啊！同样是无视节，我伤害怎么这么高？因为我开了呀，开了蓝绿修改器。杀！哎，你怎么把我锁里面了 ？What the fuck？今天带了个有些猖狂的萌新进去，问他需要帮忙不？结果他回了我一句：“
是多梦。这不是四个字吗？看来你不需要帮忙了，我走了。哦，打草龙王是吧？行吧，你来我世界。我来保护大家。欢来聚集啊！现在用胡桃带萌新，萌新没事就追着奶，喜欢奶是吧？那我让你奶个够。萌新路也没写了，给我奶一口呗。你这奶妈不行啊，没别的了吗？我来保护大家。嗯嗯，还是你奶妈不行。去七天神像，你确定啊？啊！今天带了个萌新，看得出来他很喜欢水神。啊！先别嘱咐了，需要我帮忙吗？打个狼王可以。为我歌颂。你还需要打什么吗？收起来吧。我娃怎么老是命啊？补补可不知道哦。啊！今天带了个萌新，跟我说枫丹的怪太危险了，打不过。那你带我去，让姐看看谁欺负你。杀！这个于安博就能轻轻松松打几十万伤害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那你看好了。我还没结束。你安博升了吗？哪里弱了？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个强度，不要乱说。第三家很难的。安博升没升？手法练没练？